在日本受到不少好评的《战斗海贼》现在也推出中文版喽。玩家要率领海贼团迎接敌人的挑战，战斗前要先将海贼和船只做适当的搭配，开打之后则可以运用大炮或是海贼技能来击倒对手。而大地图上也不只有一条路线，只要完成条件就可以开启通往宝藏的新航线喽。另外，玩家也可以经营建设自己的根据地，除了可以强化训练船只和海贼之外，也能够和他们对话，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哦。